你是否认为中华民国包括大陆地区和台湾地区？你是大陆来的，你主要问我中华民国有没有包括大陆地区？你确定你回得去中国吗？那您的两岸政策还包括两岸一家亲吗？我还是主张一家亲比一家仇好，交流比断流好，然后对话比吵架好。2014年是联合民进党打败国民党，2018是两个党都打败，所以我们2024要做的工作就继续打败两个党。